九巴铲咗上路中心嘅石驳，车身倾斜，要用支架支撑，防止翻侧。巴士车头损毁，铁栏撞到变形。星期一朝早七点几，呢一部开往新田围嘅九巴282喺新城市广场对开嘅沙田正街铲咗上去路驳，车上面有十人受轻伤，当中包括巴士车长。多部救护车事后到场协助伤者，九巴就话已经派员慰问伤者，并且会配合警方调查事件起因。